Hello，喝酸奶了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吃的老香了，慢点吃慢点吃，头都不抬的，天哪，啊、哦，这是刚才给 Hello 喝的宠物专用的酸牛奶，哎呀，好了没有了，吃光了你还舔，你看看吃光光，好吃不啦？哎，回味无穷啊。今天是第十天帮他按摩理疗，我已经明显能感觉到他后腿有点力气撑了，这一点我非常的开心啊。然后这几天我一直拍 Hello 这个视频啊，也得到了好多网友的认可与肯定还有鼓励。今天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自媒体收益里边多了10块钱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是赞赏的，是在9月13号那一天有一位粉丝赞赏了，在此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的善良之举啊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有可能10块钱真的对Hello来说解决不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也是一份爱，真的好多人对Hello的关怀，真的在此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好了好了，哎，Hello他其实很聪明的，他知道我们对他好，好多人都很喜欢他。Hello 啊，你说这么多网友都喜欢你，都支持你，啊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你们看他呢，真的腿，看到没有？他已经有点想撑起来的欲望了，真的很棒的。现在，按按大腿肌肉，啊，肌肉萎缩的，现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恢复。拉伸运动，哎。要吐槽我这边是吧？啊，如果说对于狗狗后半肢瘫痪，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经验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或者私信都行啊。如果说你们喜欢Hello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他，然后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唉，小可怜的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奇迹的发生吧。如果你们也期待的话，就在底下评论 Hello 加油4个字好不好，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啊。 Hello 这一定要生气啊，一定要好起来。